景世子，怎么是你啊？怎么回事？这不应该是景世子的房间吗？你给本王看清楚了，这是本王的寝室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 你下迷药勾引本王，亏我还以为你算是个女中豪杰，没想到竟然能使出这种下作伎俩。你告诉我，昨天晚上那个人是你吗？ 怎么会这样？不应该是景世子吗？我明白了，荣景就值得你这般献身。为了一个男人，竟连闺女和脸面都顾不上。你闭嘴！怎么回事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不知道郡主。 玉儿，你听我说，我昨晚神志不清，我……三殿下，你跟秦督官本就有婚约在身，反正是早晚的事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玉儿，你要相信我。 是他下迷药故意勾引我，是他不知廉耻。事已至此，你就好好对待秦督官吧。玉儿，昨晚的事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是他。这是三殿下的家事，你不用向我解释，与我无关。怎么会无关？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啊。三殿下，你以后切莫再说这样的话了，以免让秦督官误会。你至少和我划清界限了。是，请三殿下自重。